欢迎进入不一样的美男子啊之爆料大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云龙。大家好，我是阚清子。清子啊，热心网友特别想知道，就是你在剧里那么多打戏，就是你怎么做到打人的同时发型不乱？不仅用的发胶好，主要可能是因为我戴的都是假发，全白发、半白发，然后还有短发、红发，就是很多很多顶假发，每天都在换假头套。说到假发这点，我说一点。特别甜蜜的一场戏，我需要稳住他的额头，刘海挡住了额头，我就亲到了他满带发胶的假发上，我的嘴麻了两分钟。现在下一个问题是，观众都很想看到你模仿一下我在剧里的两个角色，小姐，出家，小姐，出家，小姐，出家。我们只能开了好吗？观众朋友们，艾特不一样的美男子二官方微博，参与不一样的表情大赛，就可以赢得我们的签名照哦。